Hello，大家好。这一期视频呢，我们来讲一下一些蔬菜，比如说像白萝卜、胡萝卜、青椒这些蔬菜。如果说你是一个爱做菜的人，那么这个视频会对你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如果你在中国生活，平时去菜市场，不知道有一些菜的中文名怎么说？那是不是就很麻烦了？而且在菜市场里面卖菜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大妈大爷。你和他们说英文，他们不知道；但是呢，你又不知道中文怎么说。这么一来，是不是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呢？所以这一期视频，我会把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一些常用的蔬菜的中文名，他们的词语放在视频里面，我们一起学习，好吧？我们开始啦。Leak。韭菜，韭菜，韭菜。When she was pregnant with Molly, her mother had made her gallons of potato leek soup. 当她怀着茉莉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做了几加仑的土豆韭菜汤。当他怀着茉莉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做了几加仑的土豆韭菜汤。当他怀着茉莉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做了几加仑的土豆韭菜汤。Coriander。香菜，香菜，香菜。But easy to contract colds person. Actually should avoid the edible coriander. 但是，容易患感冒的人却应该避免食用香菜。但是，容易患感冒的人却应该避免食用香菜。但是，容易患感冒的人却应该避免食用香菜。Spinach。菠菜，菠菜，菠菜，You'll sit there till all that spinach is finished. 坐在那儿，直到把所有的菠菜吃完。坐在那儿，直到把所有的菠菜吃完。坐在那儿，直到把所有的菠菜吃完。Cabbage。卷心菜。卷心菜，卷心菜。Do you like cabbage? 你喜欢卷心菜吗？你喜欢卷心菜吗？你喜欢卷心菜吗？Celery。芹菜，芹菜，芹菜。Which vegetable do you like best? Cucumber, carrot, or celery? 你最喜欢黄瓜、胡萝卜，还是芹菜？你
最喜欢黄瓜、胡萝卜还是芹菜？你最喜欢黄瓜、胡萝卜还是芹菜？Lettuce. 生菜，生菜，生菜，生菜。Don't toss that soggy lettuce into the garbage. 不要把变软的生菜扔进垃圾箱。不要把变软的生菜扔进垃圾箱。不要把变软的生菜扔进垃圾箱。Nori. 紫菜，紫菜，紫菜。My daughter now loves my raw nori rolls. 我的女儿喜欢我的紫菜卷。我的女儿喜欢我的紫菜卷。我的女儿喜欢我的紫菜卷。White radish. 白萝卜，白萝卜，白萝卜。Do more exercise and eat more vegetables, such as white radishes, apples, and tomatoes. 多做运动，多吃蔬菜，如白萝卜、苹果和西红柿。多做运动，多吃蔬菜，如白萝卜、苹果和西红柿。多做运动，多吃蔬菜，如白萝卜、苹果和西红柿。Carrot. 胡萝卜。胡萝卜，胡萝卜，The carrot is his favorite vegetable. 胡萝卜是他最喜欢的蔬菜。胡萝卜是他最喜欢的蔬菜。胡萝卜是他最喜欢的蔬菜。Potato. 土豆，土豆，土豆。The potato weighs 4 pounds. 这土豆有4磅重。这土豆有4磅重，这土豆有4磅重。Tomato，番茄，番茄，番茄。Do you want a tomato shower? 你想来次西红柿浴吗？你想来次西红柿浴吗？你想来次西红柿浴吗？在我们中国呢，番茄它也可以称之为西红柿。
番茄就是西红柿，西红柿呢就是番茄。你可以说你想来自西红柿郁吗？同样的，你也可以说成你想来自番茄郁吗？Cucumber. 黄瓜，黄瓜，黄瓜，Cucumber is good for soothing tired eyes. 黄瓜对缓解眼睛疲劳很有效。黄瓜对缓解眼睛疲劳很有效。黄瓜对缓解眼睛疲劳很有效。Loofah. 丝瓜，丝瓜，丝瓜。Mom and I took off the towel gourd with the joy of harvest. 我和妈妈带着丰收的喜悦摘下了丝瓜。我和妈妈带着丰收的喜悦，摘下了丝瓜。我和妈妈带着丰收的喜悦，摘下了丝瓜。Pumpkin. 南瓜，南瓜。南瓜，And she kicked that pumpkin. 他踢了那个南瓜一脚，他踢了那个南瓜一脚，他踢了那个南瓜一脚。Bitter gourd. 苦瓜，苦瓜，苦瓜。People who eat bitter gourd in long term can get over acne. 长期吃用苦瓜的人能够摆脱青春痘的问题。长期吃用苦瓜的人能够摆脱青春痘的问题。长期吃用苦瓜的人能够摆脱青春痘的问题。如果说你的脸上长了青春痘，那么你可以吃一些苦瓜。因为苦瓜呢，对于青春痘是很有效果的，尤其是女生。White gourd. 冬瓜，冬瓜，冬瓜，White gourd is rich in protein and fiber, with a heat Jeshu function. 冬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素，冬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素。冬瓜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纤维素。Soy. 大豆。大豆，大豆，So where does soy fit in? 而大豆的作用在哪里呢？而大豆
的作用在哪里呢？而大豆的作用在哪里呢？Lotus root. 莲藕，莲藕，莲藕。How can the Jindro invite the fresh lotus root? 锦州在哪可以买到新鲜的莲藕？锦州在哪可以买到新鲜的莲藕？锦州在哪可以买到新鲜的莲藕？Garlic. 大蒜，大蒜，大蒜。I'm never sparing with the garlic. 我从不吝啬使用大蒜。我从不吝啬使用大蒜。我从不吝啬使用大蒜。Green pepper. 青椒，青椒，青椒。I bought some green peppers for the salad. 我买了些青椒做色拉。我买了些青椒做。色拉，我买了些青椒做色拉。Chili. 红辣椒，红辣椒，红辣椒，How does chili taste? 红辣椒的味道。是怎样的？红辣椒的味道是怎样的？红辣椒的味道是怎样的？Zucchini. 西葫芦，西葫芦。西葫芦，Zucchini can take the main stage as a pasta dish. 西葫芦可做意大利面的主菜。西葫芦可做意大利面的主菜。西葫芦可做意大利面的主菜。Onion. 洋葱，洋葱，洋葱。When the oil is hot, add the sliced onion. 油热之后，加入切好的洋葱。油热之后，加入切好的。洋葱，油热之后加入切好的洋葱、Scallion. 青葱、青葱、青葱。How about fried mushin with scallion? 那么青葱爆肉怎么样？那么青葱爆肉怎么样？那么青葱爆肉怎么样？青葱爆肉是我们中国非常非常著名的一道传统菜。如果你在中国，你记得要吃一盘。
青葱爆肉，非常的美味。Ginger. 生姜，生姜，生姜。Put the onions and ginger in the oven and let them roast for 30 minutes. 把洋葱与生姜放入烤箱中烤30分钟。把洋葱与生姜放入烤箱中烤30分钟。把洋葱与生姜放入烤箱中烤30分钟。Bamboo shoot. 竹笋，竹笋，竹笋。It wasn't me. I didn't steal this bamboo shoot. 这不是我，我没有偷这个竹笋。这不是我，我没有偷这个竹笋。这不是我，我没有偷这个竹笋。Mushroom. 蘑菇，蘑。菇，蘑菇。I'm not partial to mushrooms. 我不太爱吃蘑菇。我不太爱吃蘑菇。我不太爱吃蘑菇。Eggplant. 茄子。茄子，茄子，How to cook the eggplant? 怎样烧茄子？怎样烧茄子？怎样烧茄子？Corn. 玉米，玉米，玉米，Corn is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grain. 玉米是美国最重要的谷物。玉米是美国最重要的谷物。玉米是美国最重要的谷物。